好，这里是泉州网直播泉州栏目，我是晶晶。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要开始了，从今天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呢，市民朋友们可以欣赏到许许多多精美绝伦的花灯。那今年元宵花灯是以海丝起点多彩泉州为主题，分为传统花灯展区、时尚花灯展区以及海丝之光坐灯展区。那么今天晶晶啊，就来到了泉州台上游资区海上丝绸之路景区公园，带着大家一块去赏花灯。那作为海丝之光的台上区坐灯展区呢，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？赶紧去瞧瞧吧。走远一点。三斤两分啊。
我跟你拍一张就走了吗？爸爸妈妈拍。妈妈这样子好像腊鱼肉不怎么吃了哈。哎呀，没事了嘛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小朋友。这边假象有点难度。这边假象有点难度。